这一次的远射被卓英真挡下来了。哦，好，这边机会来喽。这次两人小组的配合，看到背号九号的林昀璇送出精彩的助攻，交给26号的林明慧在左路的推射得分。对，没有错，刚才应该是台东这边的进攻之后，守门员拦截下来的一个反击哦。再来看一下这一球，林昀璇交给林明慧，直接轻松右脚的。推射入网，嗯，